好，读取随身碟。如果你有随身碟，那当你把它插入电脑之后呢 ，Unity 系统它自动会帮你把随身碟挂出来，就在这里。那你不需要的时候直接按卸载，一样是这个按键，它就卸载掉。啊，当你再把它插进去，它就会自动把你挂载起来。啊，这个功能，个人觉得，也是算相当的顺利。OK， 那或许有人会担心随身碟病毒的问题。那基本上现在随身碟的病毒在 Linux 下的执行率不高，加上 Linux 对权限上的管制还算比 Windows 严格很多，所以随身碟病毒在目前来讲还不至于构成威胁。那因为我个人也是Linux 的重度使用者，这个功能让我很贴心的地方是，当我使用终端机的时候，我只要把随身碟插进去，我就可以透过指令的方式，然后直接就进入了随身碟，我不再需要去把档案总管起来，然后再把随身碟按出来，这个时候才可以在指令终端机下去找到。这个随身碟的资料，所以这样子让我感觉到说我在用这个系统的时候可以让我节省蛮多时间。当我插入随身碟之后，它自动帮我挂起来之后，我在指令模式就直接读取得到，不需要再开一个档案总管再把随身碟点出来之后才能再用。好，这让我工作上顺利很多。